亲爱的 VIP Kid 的小学员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刘涛。你们知道吗？我们的 VIP Kid 已经4周岁了。其实我想最好的生日礼物呢，应该就是我们的学员真正的英语得到了提高和得到了成长。我希望明年我们还能够一起给 VIP Kid 过5岁的生日，到时候也希望你们的成绩能够越来越好，我们一起加油。